难临头，亲爱的小朋友，记得在亚伯拉罕及以撒的时代，迦南曾经发生过几次的饥荒。那是亚伯拉罕曾经带着家人下埃及去度饥荒。在雅各晚年的时候，迦南地又再次的有饥荒。这次除了迦南地之外，也包括了埃及各地。不过，上帝曾经借着法老的梦预先告诉他们要储备粮食，因此法老特别委任一个人去管理这件事。你记得是谁吗？约瑟，就是那一位从小爱穿着漂亮的衣裳到处晃，而且又爱做梦的人，约瑟。天好久不下雨，造成了干旱及饥荒，各地的粮食越来越少了。年老的雅各心里开始着急起来了，他把儿子都叫到跟前：你们知道已经很久没有下雨了，我们的羊牛越来越瘦了，再这样下去，连我们人可能也没东西填肚子，到时可是大问题了。爸，是啊，我们也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呐。哎，光是不想办法是不行的，这简直就是一个一个等着饿死嘛。我听说啊，埃及那里有粮食，与其在这里等死，不如你们十个兄弟都下去买粮食回来吧。我们去埃及？是啊，这样大家还可能有机会度过饥荒呢。你们十个兄弟就把骆驼及路上必须带的水跟粮食带齐了，去买些粮食粮草回来吧。啊，这就是我为你们买粮所需要用的银钱，带着去吧。就这样，雅各把儿子都打发去埃及，只留下老幺便雅悯在他身旁。其实自从雅各失去爱子约瑟之后，他就将爱再一次的放在小儿子便雅悯的身上，他生怕哥哥们会对他不好。十个兄弟们千里迢迢地来到埃及，他们一路走一路询问，终于来到了卖粮食的地方。每个人都排队，来来来来来，我们兄弟赶快在这里排队呀！不准排队！哇，哥，你看买粮的还真不少呢，看得出来很多都不是当地人呢。排队。他们一边排队一边打量着，你们看吧，那个坐在上面那个壮年官就是管理卖粮食的大官啊。哦，看起来他好威风哦。最后终于轮到他们了。喂喂喂，你们这群人也是来买粮食的吗？快快快快跪下，再叫我们了。大人，我们是从迦南地远道而来买粮食的。他们一开口，约瑟已经认得他们的口音，知道就是自己十个哥哥。这个时候，约瑟假装不认得他们，并且很严肃又很凶地用埃及话问他们：你们这一群人真的是从迦南来的吗？
他们战战兢兢地以希伯来话回答：我们是从北方的迦南地来的。这十个兄弟听着一旁的翻译，简直就是又害怕又紧张，因为他们一点都不认得眼前这个人就是约瑟，他们跪在地上，头也不敢抬一下。小朋友，你知道看见这十个哥哥就跪在眼前的约瑟，他是怎么想的吗？他想起了约二十年前那两个梦，他心中的想法及感慨特别的深。为了不让哥哥们认得他，他故意说：看你们的样子，的确是打从远方来的，而且肯定不是打粮来的。我看你们是奸细，是来窥探这个地方虚实，对不对？他们一听，急忙地解释：大人啊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们真是来买粮的。是啊是啊，我们啊都是同父异母的兄弟，我们个个都是诚诚实实的人，绝不是你说的那个奸细啊，请大人明察。你们还是老实的招供吧，你们是不是来打探本国消息的？大人啊，大人啊，我们兄弟十二个人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最小的弟弟现在在我父亲那儿呢，不过有一个弟弟排行十一的那个早就死了。我才说你们是奸细，看样子是对的，否则为什么弟弟没来呢？既然如此，你们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们就不得出去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。现在你们打发当中的一个人回去，把你小弟弟带回来，至于其他人都要先关起来，好证明你们说的话是真的还是假的。若不是真的，我指着法老起誓，我把你们当奸细，把你们都关起来。于是约瑟先把他们都拘禁了三天，使他们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。在这三天里，约瑟仔细地观察这十个哥哥的言行。约瑟对他们说：你们先别害怕，我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，你们只要照我的话去做，就可以活命。大人啊，好好，你说什么我们应该做什么，我们照做。你们如果是诚实人，可以留你们中间的一个人当人质留下来，其他的人就带着粮食先回去救你们家里的饥荒，到时候把你的小兄弟带来我这儿，这样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都不至于死啊。这十个兄弟一听，发现这个埃及宰相不是要全部把他们放了，他们有点失望，不过也只好听天由命了。约瑟的哥哥们开始了解到自己好像正在吃以前种的恶果，他们交头接耳地说：都怪我们以前做错了事。哪一件事啊？哎呀，就是约瑟那件事啊。想当年约瑟不也曾苦苦地哀求过我们吗？而我们眼睁睁地看他在洞里。哎，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忘记他被骆驼商人带走时候的那个眼神。我们真是错了。是啊是啊，哎，现在我们不是都在自食其果吗？大难真是临头了。大哥刘辩也说话了：当年我不是说吗，要是听我的劝，不要伤害约瑟不就好了吗？可是你们一意孤行，所以报应临到我们了。他死的罪好像现在都归给我们了。十个哥哥们你一言我
我一语的，以为坐在上面的约瑟听不懂他们的希伯来文，但是约瑟听着听着却感动得忍不住转身退到后面去大哭了一场。他心想，哥哥哥哥，我就是约瑟，我还没有死，不过我现在还不能让你们认出我来。等他哭完了，又回到座位上对他们说，好了，别再讨论了，就是你，你留下来当人质。他挑了二哥西缅，当场的把西缅捆绑了起来。当年就是西缅出的主意要杀约瑟的。约瑟就吩咐下属为他们装好了粮食，并把他们带来买粮食的钱也悄悄地放回他们的袋子里。他们就这样一行人又回迦南去了。亲爱的小朋友，我们知道约瑟的十个哥哥从年轻的时候就令他的父亲担心，他们不但不行好，也因为嫉妒约瑟的好而陷害了约瑟。20多年过去了，他们以为没有人知道，但是他们心中的良心也一直都在责备他们，不是吗？圣经说，人种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他们做了亏心事，如今也自然害怕同样的事会临到他们。因此，我们为人处事，一定要用爱心、诚实对待别人，这样我们自己心中自然就会有平安。好，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，眼睛闭上，跟 Debra 牧师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慈爱的上帝，也是公义公平的上帝，因此我们做错事的时候，你也会透过身旁的人、身旁的事来提醒我们。求你帮助我以爱心和诚实对待人。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